一泥一级呀、啊，就完了。每个 boss 基本上都可以一击必杀，就是你先把他条给他打满。那个猴也好打，那猴就拿那个鞭炮就行了。那猴上来先跟我们锤，那我们就跟他锤，假装打不过呀，他也退了。你怎么退了呢？假装不杀，其实不严，闪现一个小平 A。我以为我给他一种就是我打不过他的假象，然后这小子就能过来，没想到他居然还是不过来。我们一刀没漏啊，到现在两波兵一共12个，一刀没漏。耶，怎么少了一刀呢？卡 bug 了。真的，一刀没漏，670块，回家了。皮还常见，50块，出门。可能是在跟他对拼的时候没发现一刀。这个螳螂进俺们家野区了，俺们好像不一定能打得过他呀。他害怕了，让他走，放他走。他双 buff 三级，我们应该打不过。我要有个三级的技能，我能打过他。我有皮孩，你有吗？直接一上来。A 接一个 Q， 平 A 吃药，再 A，A 躲 Q， 再 A， 再 A 交闪 ，A 接一个 Q 不交，好不交闪死。这波打500块钱回家，算了不回了，不回了不回了不回了，这波回不合适，空一波兵线。听见没？去修炼个几年再来找我。哒啦哒哒哒。偷着摸他一下。把饼干吃了，死了！一点炎 W，A 接双 Q， 再 A， 再 A 吃药，一个平 A， 好闪！我们吃兵加吃人，非常的 easy。他闪不闪现，他也打不死我。他的平 A 没有攻击间隔，他攻速都不够。刚才，他现在把闪现还给用了，我们就在这瞅着他，他都没办法，知道吧？假装给他机会，让他交 Q。走了。回家了。这波我们没有把兵推到他们家塔下，很有可能就是让盖伦就给控线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们需要勾引一下这个盖伦，让他把线推过来。算了，不买了这药。
学到了吗？零杠六，行。哎，把这塔皮吃完，截一波盖伦啊。OK， 在这截住他，看他回不回线。我们现在没有眼儿，右边我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，我不知道这人到底上哪去了。但是截住他，就在这等他，看他什么时候回线。他有两种可能：一挂机了，二掉线了。去吃塔皮，好，莉莉亚右边给我查个眼儿，挺好。这人好像没了呀，那我推塔吧，推塔吧，推塔吧，他这没了，我搁这卡兵线没意义呀。我快点把这塔推了，我好去其他路啊。干啥来了？谁让你上来的？零杠一还往上跑，谁允许你上来的呀？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拜拜，我溜了。螳螂在那拆针眼，我们跑。换人跟我对线了，走。那你们家下路不崩了吗？我个人建议，像这种最好是别往上走。本来你们下路吧还行，还能打。你走个人，你们家下路打不了，那 ADC 让人无限越塔，你就完。你这种上塔就直接就给了就完事了，人家补点兵拆拆塔，你下路能打开局面也挺好。你这下路的辅助或者 ADC 跑上路去了，你下路就完了。你敢补刀吗？等个二十秒。塔下挂机。塔下挂机可活不下去。死了。小伙子，我劝你，小姑娘，我劝你薅着尾子，好吧？你给我薅着尾子。我给你来一个闪电五连鞭。
放弃了。放弃的是不是有点快呀？这其实没必要。兄弟们，上个厕所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。Rampage.哎呀，没有空上厕所呀，头一回找着点空啊。对面挂机了，挺好。来吧。还有一分钟，看看对面投不投降。刘局，这就别刘局，人家挂机了，刘什么局？人家打挂机了，有啥好留的呢？双杀，拿下。拿下，操了，这咋这么肉呢？啥玩意儿啊，他俩给我攻击节奏给断了，你知道吧，我们一 Q 啊，一 Q 一出来了， Q 没出来， Q 在手上呢， R 出来了，然后下一波一 QR 就得再等，你知道吧，把我这个攻击间隔攻击节奏给我打断了，这就很烦，我那 Q 没 Q 出来。没事没事，问题不大。杀他，给我杀，可以。
塔牌也挂机了。拆了得了，拆了下一把啊，杀不到了。本来下路那波双杀正好八个头，啊，八个不行，得九个。嗨呀！